与星香一燕出道多年，虽拍过多部作品，但一直在二线徘徊。最近新片《同谋》上映，他站在郭富城、张家辉两位影帝身边，敬业发挥点缀作用。近日，他在接受某媒体采访时，首次公开承认已有稳定圈外男友，并称他是一个很值得信任的人，让自己也能够有很宅的时候。原来，此前圈内盛传的知名蛋糕品牌老总罗红是其男友属实。两人因工作结缘，感情持续多年，十分稳定。不过据悉，罗红在江一燕之前有过一段婚姻，并有两个孩子。江一燕透露，在日常生活中，罗红是一个非常有情趣的人，他热爱园艺，也酷爱马术和自驾车旅游，很有点文艺青年的感觉。当然，罗红最出名的爱好当属摄影，在北京地铁里时常都可以在灯箱广告上欣赏到他前往非洲拍摄的大量摄影作品，这一点和同样酷爱摄影的江一燕显然十分契合。罗红从2001年开始就赴非洲拍摄，而从江一燕的微博和采访中也不难找出他前往非洲摄影采风的蛛丝马迹。而2012年就有媒体拍到两人一同从马场回家亲密搂抱，显然已坐实恋情。